大家好，为大家介绍我们 Epson 的力学简易操作模组 Easy to use 模组。那在这个模组里面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软体的部分以及硬体的部分。在软体的部分由我们 Epson 自行研发，那它可以帮助工程师完全不需要写程式，就可以完成手臂的动作，去完成一些简单的取放料动作。那在硬体的部分，我们使用的是 Epson 自行开发研发的 Force Sensor 力学感测器。那大家可以看到 Force Sensor 上面有一个握把，那我们工程师可以透过这个握把，可以快速的移动手臂，拨移到它要点位做点位的视焦。那当我们今天产线上有好几台手臂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套模组，去因应所有的手臂，不需要在每一只手臂上面都装一套模组。好，那现在就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套模组怎么使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握把和 Force Sensor。那我现在去做一个记录。按下手把后，我所有记录画面会在我的软体里面呈现。好，那记录这个位置后，我再拖移过去。到我要视焦的点位，一样做记录。下去，再把它记录下来。那因为我要开真空，所以我开了吸盘吸嘴，记录这个动作，再把它拉起来。记录。那再移到我要这个放料点的位置。一样再按按钮做记录，最后把它往下移，记录，最后到放掉位置，那放掉位置，我把吸嘴放掉，把它记录下来，接下来把它抬升，好，所以整个流程都不需要去写程式，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动作，那现在做启动，它就可以到取料位置去取料。接下来到放料位置，把产品放置到我要的定位，那工程师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它的开发。